欣赏那首《雨巷》，那也是我们这场表演里面所有的首重编过的，是我们的 Eric 黄老师重编过的歌曲，对，也是其中一首对他们的参赛歌。还没有听他们唱过有吗？参赛者唱过了没有？有吗？不敢唱，不是说没有选择的余地吗？是他们选的吗？还是这个月他们要唱一下了，这个月、因为他们全部那些歌曲他们唱到非常熟悉了，我今天晚上大家听到非常熟悉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好不好意思。 OK， 今天晚上我们有两位参赛者，是我们的 Aiden 还有我们的 Elvin， 谢谢。哇哇哇哇，今天有圣诞节的颜色吗？谢谢。今天晚上呢，不要由我跟 Jason 的老师呢介绍我们的打分的分数的那个方式，先由你们两位去跟大家说，你们今天晚上表演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可以得分的呢？老师，今天晚上我们演唱过后呢，我们会一人演唱三首歌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三首歌过后呢，每一首歌 Metal 都会给一些评语。对。然后在评语的同时呢，你们都要注意仔细的听。然后听过呢，我们唱完全部的歌曲，他们将会给我们打分，然后打分是通过欢呼声啊、掌声、哔哔等等。哦，明白吗？然后这就是总分是75分。谁占了75分？观众占了75分。前面的观众哈，他们的掌声，还有他们的欢呼声哈，然后占了75分。然后呢，还有剩下的分数呢？有吗？讲好不好？剩下的分数就是那个，就是前面三座哈，就是那个 VIP， 因为那是就一桌总分给我。说我们 Guinness 支持者哈，打分哈，他们各座可以打几分呢？打5分，各打5分，那再加上是15分，对吗？对，记住再说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剩下的分数呢？剩下分数就是两个评判，就是好，我们那个。Dollinger 今天的评判是谁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其实那不好意思，第一次吗？是啊，提起弟弟跟的啊，第一次哈，一般都是我们那个什么 Maggie 姐姐啊，女的哈，今天换一换女的，啊，今天两个都是女的，对 ，Maggie 姐姐今天不在，换一换口味，好，有吗 ？Maggie 姐姐有来吗？哦 ，Maggie 姐姐有来吗？有在吗 ，Maggie 姐姐？哦，今天 Maggie 姐姐不做坏人。美琪啊，对，美琪姐姐做坏人，她说她不要再做坏人。好，那大约我们的打分就是这样的方式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先由我们的哪一位 PK 先唱什么？是 Elvin 先唱。Elvin 先唱什么 ？Elvin 先唱。Elvin 唱的那首歌叫做《没有烟抽的日子。好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来，谢谢。没有烟抽的日子，谢谢。Oh,
Oh.